给你泡了一杯红枣枸杞茶，尝尝。我不喝，谢谢。强身健体的，放那儿吧，我不需要。身心劳，两瓶永不疲劳，三瓶长生不老，四瓶活络好几了。闭嘴。陆大 boss，你现在不要去上个厕所吗？不去。我懒得跟你说。达素达素，一品提升心劳，两品又不疲劳。我先去洗澡，你待会儿要洗吗？你问我要不要在这儿洗澡？怎么了？楠楠。嗯。你要干嘛？洗澡啊！你不是让我去洗澡吗？你要是不愿意去洗澡，我就去把热水器关了，这样还省电。错了，错了，我以后，大言不惭想着过。我错了，我上厕所。哪儿错了？说清楚。不加陆晨微信。如果再有下次。你还想有下次？你简直不是人！小屁孩。